想知道我是谁？你这个肥头肥脑的狗头，我就是要宰你的刺客。什么？何况林大爷一向待你不错啊，你可不能恩将仇报。哎，胡大爷，这话说起来好像我在要挟林大爷拿女儿换儿子，这完全是两码子事儿嘛。就在这住几天吧，等你表姐回来，看看她有什么点子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但是你现在不要说，也不要今天说。我们都是好姐妹，她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，她的痛苦也就是我的痛苦。我不愿意把我的快乐建筑在她的痛苦上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大老远跑来看你，你就叫我这样就走了。你到高滨客栈。哼，好小子，果然不出少爷所料。各位大爷。各位大爷，我们这是高滨客栈，不是长三堂子。各位要找小姐吃豆打茶围，可以到那种地方去，别在这儿找小姐开心。各位一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不要太过分。哟，感情是钱三爷您看不顺眼了？当然是啊，你们这毛手毛脚的，把人小姐弄得满脸通红，这样不够意思。这跑江湖啊，我们讲究的是规矩。哎，开开玩笑何必认真呢？哎，这开玩笑你不要太过分呢。我知道各位都是吃衙门饭的，是霍旅长的手下，你们别忘了，霍旅长是我们老板娘的干哥哥，这小凤姑娘是老板娘的妹子。哎，你们这样子不就等于挑衅你们霍旅长的侄妹子吗？对不起，小凤姑娘，要是谁敢再跟您开玩笑，我就请他吃这个卫生丸。这样才对。这个是霍旅长请客，快要到了，各位坐好，要喝酒喝茶，小店奉送，各位大爷多多包涵。范土蛋呢？范副官还没到。不是，一天到晚就知道搞女人，王八蛋，苦比我还大。菜都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，这菜单请您过目。哎，念。哎，是。哎，这四冷盘、四热炒，还有四大菜，还有江南食鱼，还有……哎，好了，你们老板娘呢？进城去办货去了。哎。这个小姑娘是新来的。哎，是。哎，小凤她不赶紧的见过霍旅长。霍旅长。几岁了？17岁。哦，细皮白肉，眉清目秀，好。姐姐，你回来啦。霍旅长，那是你堂妹啊。您别眼大肚子小，吃着碗里还看着锅里，您有这么大的胃口吗？您今儿个不是请名角小月侠吃饭吗？
吃醋啊？我的老天哪，您别逗了，还真以为我跟您去相好啊？这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哎，老妹子，你我可是清清白白的，有道是说兔子不吃窝边草，是不是老妹子？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这男人喜欢女人呢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说穿了也没什么大了不得。老实说呀，我这个客栈呢，要不是靠您贺旅长的保护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连骨头渣都让人给吃了。所以说，您说我怎么能够不巴结您呢，贺旅长？你真是个赛观音，照你这么说，我霍某人仗着枪杆玩女人，去欺负老百姓？怎么，难道不是吗？得了，你们北洋军阀哪个不是仗势欺人、鱼肉百姓？您霍旅长啊，还轮不到第一号呢。好，我说不过你，你呀，连骂人都骂得叫人痛快。我到楼上去等。钱三，在。你有没有准备好啊？海鲜呢？有甲鱼，还有黄河鲤鱼。哎呀，这……哎，你要给霍旅长多准备点蚝啊。哎，钱三。哎，在。等一会儿啊，小老板来找我，就说我在楼上等他。要是别人来了？除了范副官，都说我不在，知道吧？是。到第一线去挨枪子，他在后头享福，哼，惹毛了我。我调转枪口，先把大帅给扁了，我看他把我怎么办。谁啊？不过小的屋子怎么打气了有回音呢？旅长到了吗？哎，范副官，你可来了！这旅长啊，骂了你半天了。我去接人去了。旅长不是请小老板吃饭吗？没我的面子，还请不来呢。哟，范副官啊！钱老板，你好啊。旅长在房里等着呢。小老板，咱们上楼吧。哟，这位不是鼎鼎大名的名角儿小月侠小老板吗？我看过您的戏啊，哎呦，您演的可真不赖耶！谢谢你的夸奖。上去，我来上班了。啊，您那个水锅嗓子真好啊，我真是爱听啊，又甜又亮。老板啊，咱们请吧。Thank you.
口。报告，谁啊？范土蛋。土蛋，你死哪儿去了？进来。是。报告李长，小的给您的小心肝给请来了。什么？小老板来了？就是啊，啊是。小老板，咱们李长有请啊。欢迎欢迎啊！范副官，你不是说还有很多人吗？这个是因为这个，哎，小老板，这个，哎，当初你可是答应咱们旅长的哟。好吧，既然我来了，也没什么好怕的。是啊。我又不是老虎，还能把你给吃了吗？小老板，你也请坐。旅长，这是我没我的事儿，我告退。嗯，好。告诉王团长，前线的事儿由他全权处理，是来烦我啊。是是是是。哎，站住！别告诉我太太跟我女儿在这儿，就说我去打仗了。听我的。是。小老板。旅长啊，我有几句话能不能说一下？好，你说没关系。蒙旅长台把我叫来，不知道旅长对我有什么目的？目的就有什么目的啊？我喜欢听你的戏，想跟你交个朋友。啊，只是交个朋友啊？嗯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还以为旅长想强迫我做你的姨太呢。对，一语道破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想啊，今天我抱杨贵妃，明天我抱王宝钏，后天我抱代战公主，那有多乐呀！哎，小老板，只要你答应，哎，要金子有金子，要银子有银子，要珠宝有珠宝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你说呢？这。旅长，你不要这么猴急嘛！我又不是姚姐，你这样那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吗？啊，好！你说，你有什么条件？这是我的终身大事，我总得回去跟我们班主商量一下。商量？商量个屁呀！我可没这么大耐心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人最干脆了，行就行，不行就拉倒。不过呢，我有个毛病，我要得到的东西啊，不管想什么办法，我一定非得到不可。那要是得不到呢？得不到，我就是毁了他，别人也休想得到。旅长，我也有个毛病，谁要是想强迫我做什么，我就偏不答应。要是顺着我的话，倒还可以商量。哦，这么说你是跟我飙上了？小老板，你好好的想一想。你要嫁给我呢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且比你的在那草台班子唱戏强多了。我告诉你。你要进了这个门啊，你休想走出去。这么说，你是想用强的喽？我不想这么做，可是这用强太没什么意思了。这就对了，旅长大人，还是请你暂时忍耐一下，等我回去商量好以后，两厢情愿，这不是一件很乐的事吗？这个，好，痛快痛快，啊，这也不无道理。哎，小老板，这样好不好？你给我唱一段戏行了吧？弦子呢？这没弦子，唱起来多乏味。哎呀，胡气儿好找，土蛋可以想办法。土蛋。什么事，旅长？
赶快给小老板呢找把胡琴来，他要掉一段。这到这个时候，你有这个雅兴？哎呀，少废话哦！弄点韭菜来，让小老板润润嗓子啊！是。戏瘾犯了，要和小玉想唱一段，能不能找两个拉胡琴？哎，秦三，你不是会拉胡琴吗？我这个还不是杀鸡杀鸭，滥竽充数。哎呀，会拉西皮二黄就成了。哎，这，哎，有，我有个小兄弟啊，拉得很好。哎，那好极了，就你们俩了，拉好了有重赏啊。秦老板，麻烦你让厨房先炒两个小菜，一边喝一边唱。啊，你快去找你那小兄弟，我在楼上等你。哎，是是是，好好好好。嗨，小老板，当初啊，我也差点没学戏呀，到北平的富联城啊，可是兵荒马乱，走的一半啊，正好碰见我们大帅，他让我当班长，班长升排长，排长升连长。连长又升旅长，所以啊，我挺喜欢唱戏。报，谁啊？进来。报告旅长，胡琴到了。啊，快进来，进来，来，进来，进来。胡琴来了。哎，胡琴来了。哎，这拉的不好，请多包涵。哎，不知二位要唱哪一段啊？对了，宝贝儿，你唱哪一段？啊？看您啊，你想听哪一段？好，我想这个，他是谁呀？啊，是爹，你看我是谁呀？啊，那玉娇，这你怎么来了？你这爹，你要做缺德事儿了？哎呀，这玉娇，这事儿千万别告诉你妈呀！我非告诉妈不可，妈从北京有信来了。他说啊，他马上就要回来喽。这谁出这馊主意？我把他给弄起来了。存在，哟，你这是谁搞的？不是我，大帅，我滚！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这大帅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啊，玉娇，对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小月霞小老板，小老板，这是我女儿玉娇。爹，你这可给我逮到了吧？你把人家大姑娘家带到这房里来，你打的什么主意呀？哎呀，大人的事你少管。我非管不可，我是你的女儿，而且啊，奶奶跟妈啊都叫我管着你，怕你的缺德事儿做太多了。小姐，救救我！旅长他要强迫我做他的姨太太。哎，喂，爹，你已经有六个姨太太了。你还不够啊！你真不害臊哦！哎呀，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奶奶知道。那你还不赶快让人家回去？小老板，你可以走了。啊，谢谢小姐。霍旅长，我失陪了。等一下，我送你回去吧。谢谢小姐。爹，你赶快回去哦！奶奶说要你马上回去。孩子，我知道。小心点哦。走吧。旅长，您刚才是说唱哪一段来？唱你的头。啊？哦，沈头啊！那这到底是西皮呀，还是二黄来？滚滚！是，滚！哎，徒弟！哟，旅长，旅长，你搞得好！报告，旅长，王团长派传令兵来了，大帅请您马上到省城去开会去。开会，一天就是开会，光说不练，我不去。
旅长，您是大帅面前的王牌旅长啊，带兵打仗全靠您了，您不去他们全完了。哎，说的也是。好，你马上准备车子。叫钱老板上来一下，我有悄悄话跟他说。哦，是是是，我马上就去啊，大概半个钟头。旅长要不要再和钱老板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快去快去快去。是。哎呀，报告旅长，还有件小事儿向您报告。刚才大小姐在节骨眼上出现，可是钱老板的点子啊。哦。谢谢你，谢谢，不用谢我，应该谢玉娇小姐。小老板，有我在啊，我爹不敢把你怎么样的，一切包在我身上，放心好了。谢谢大小姐。哎，你们坐会儿，我慢慢告诉你。谢谢啊，小老板，你倒是还要感谢一个人，是他托我去找玉娇小姐的。谁呀？王天豪啊。王天豪，这个名字倒是常听人提起啊。听说人长得很帅，功夫深厚，哪天你替我介绍一下好吗？你最好还是不要认识他比较好。为什么呢？他的名声不大好。我看该不是你的老乡好吧？啊。王天豪他不像是别人说那个样啊，听说他是个重义气的一条好汉呢。越听你们这样说啊，越增加我的好奇心，我倒真想见见他。哼，他是我们店里的常客。哎，夏凤啊，怎么好几天不见他来了？燕姐姐，刚才我看到他的跟班马春才，他正在找你呢。据他说，王天豪跟一个江湖人物比划，受了伤，现正住在胡家呢。哦，他人呢？一晃就不见了。谢谢二位的照顾，此人在世难忘，我该回去了。山主线一定正在着急呢。你别怕，我护送你回去，咱们交个朋友。钱老板，再见了，我送你们下去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原来是大小姐。我看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散开。你别怕，跟我来，我送你回去。干什么？
我到嘴里的鸭子让你给弄飞了，我要理赔。贺旅长，怎么，你想玩硬的了？谁让你破坏我的好事？这是你自己找的。你不怕我告诉干妈？你干妈？那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谁？啊！时候不早，咱们该上路了。你们先下去备车，我马上就来。是。哎呀，贺大哥，贺旅长，您别生气嘛。哎呦，您不是一向最疼我、最关心我的吗？您要是真的对我有意思的话，也得回去问问干妈，让她做个主啊。您干嘛那么急嘛？你长得那么美，我恨不能一口把你吃掉。那这不就算了？嗯，贺大哥，不要生气嘛。这总行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早晚呢。我非把你弄到手不可。快点吧，时候不早了，您该上路了。快点吧，我陪您去上路。不久啊！哎，来了来了！哎，你这好酒量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斟酒。你可是赛观音，钱艳芬。兄弟，欢迎光临本小店。哼，钱老板。燕京四座果然名不虚传，来根烟吧。什么意思？你进过我的房间对吗？没有。请问尊姓大名？洪二虎。洪大龙认识吗？洪大龙是我哥哥。这么说来，四海之内皆兄弟。那么，请你把东西交出来。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是真的没拿还是装蒜？你被偷了什么东西？你真的没拿？难道你还要搜身吗？行，不过如果你搜不出东西，那我就认为你侮辱了我的人格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哎，
你到底什么东西被偷了？我不能告诉你。钱三儿，哎，他今天吃的算我请客啊。好啊，钱老板，不好了，我们少爷被人家打伤了，那王八蛋很厉害的。你在这儿，那钱老板就是他把我们少爷打伤的，少爷叫我来给你要点伤药。我刚刚来的时候您还没有回来，我靠在床头上睡着了。他伤得重不重？很严重，还吐了一口鲜血呢。钱三，哎，快拿点药来啊。好。你们家少爷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在胡家。我以为我打输了，原来我打赢了，有什么了不起、啊？哎，这，你药来了，药来了。姓洪的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家少爷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跟他过不去？哼，我跟他有过去，我还要去找他。你最好告诉他，叫他小心点。我跟他没完，我跟你拼了，我。春才，还不快走，差点就没命了。兄弟，你未免太狠了点儿。这叫无毒不丈。该吃药了，谢谢。莲姨，人家说良药苦口，这杯药苦不苦啊？当然苦了。哎，黄天豪啊，我们家的人都对你这么好，我爹呢把你当成是英雄人物，我莲姨呢照顾你又无微不至，你打算怎么报答呀？哼哼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你们家的上门女婿。你占我便宜。占便宜的是你爹。你想，如果我做了你们家的上门女婿，你们胡家不仅是多了一个半子，你爹也没少了你这个女儿，反而多了我这个儿子，不是占便宜吗？王天豪，你不要搞错，我可是有婆家的人哦。哦，你是说你表哥啊？你不是当面跟我说你已经跟他吹了吗？这正是我的好机会。当然了，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你这个苹果是削给我吃的，拿来。你这个怎么那么粗鲁啊？自大、骄傲、恶心。这苹果又甜又脆，挺像你。这刀嘛，又锋又利，很像我。娟娟，你告诉我，你心目中的意中人是不是我？哼，臭美。怎么，你不承认呢？难道说你喜欢李世祥？李世祥是家伟的未婚夫。哦，娟姐。你们在谈谁啊？哦，在谈世祥。谈他。哦，佳美，恭喜你了。范土蛋总算走了，我想他暂时是不会回来。听说要喝你的喜酒了。我不知道，
你不要谈我的事吗？好，那我们谈谈李世祥总可以吧？他是我小学同学，从小嘛胆子就小。你要不要听他小时候的故事啊？好，那你不许说他坏话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听了我会睡不着觉，而且我心里会好难过，好难过。好，那我说他好话好不好？那我喜欢听，他本来就很好，娟姐，对不对？娟小姐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哼，他总比你好啊，他有教养，不像你这么粗野，他有规矩。不像你这么风流，他有礼貌，不像你这么无礼。对呀，而且啊，他画的画画得好棒啊，他的字啊也写得好美，还有是啊，所以你们两个啊都喜欢他。我们两个也喜欢你啊。哦。你跟世祥哥一样，有一股特别的味道。特别的味道，你是说臭豆腐还是羊骚味儿啊？看他笑得多么甜，真令人嫉妒。我的心事从来没有人知道，竟被这个风流浪子看穿了。他老脸皮厚，硬说我爱上他。哼，这个臭男人，我才不会爱上他呢。不知道搂过多少的女人，想到这一点就可以怄上半天了。姑娘，你找哪位啊？我找王天豪。啊，请。来，请进，请进。这边请。请坐。我去请我们家太太。太太，太太，有客人来了。谁呀？这位客人，他说要来看王少爷的。我是来看天豪的，他受伤了。恐怕不能见客，请问您是？我是高滨客栈的田叶芬，我跟天豪是朋友，我听说他受伤了，所以我特别来看看他。请坐呀，大海。哎，你去问问王少爷，看他能不能见客，就说高滨客栈的老板娘来看他。啊，是。哟，看样子这位女主人是续弦的嘛，还挺年轻的嘛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风流寡妇钱艳芬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女客？什么人？哦，她说是高深客栈的老板娘。是她啊。哼，你倒是这样子的啊。挺风流的啊。钱艳芬是我的普通朋友，就是生意上有些来往，我出去看。你艳芬，钱老板，您来看我真不敢当。怎么样，天豪，你的伤好一点没有啊？已经好多了。啊，来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胡夫人，是胡家的女主人，这位是高滨客栈的钱艳芬老板。刚才已经见过了。哦，你们聊聊吧，我失陪了。好。
在这儿养伤方便吗？我看呐，你不如上我那儿去，医治比较方便一点嘛。我已经好了。哎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个正经女人，风流寡妇配浪子，这倒是天生的一对啊！哼。哎，我倒要问问你啊，你跟那个红二虎啊，到底有什么仇啊？没有。那他为什么老找你打架呢？那我也不太清楚了。那你预备在这住多少天呢？两三天，我还要回家去看我爹呢。哎，你托我办的事儿，我可是办好了。谢谢你。那我走了。哎哎，你跟那个小月霞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那不关你的事吗？我送你。王天豪。哎。小寡妇能不顾别人的闲言闲语来看你，不简单啊。我们只是朋友嘛。朋友。不是朋友是什么呢？老乡好吧。我不想解释。哼。不管你跟他什么关系，反正啊，你们都不是好东西。骗你们的，北伐军从广东到福建，又到武汉，一路上势如破竹，张大帅都想投降了，那范土赞他还敢有什么作为呢？所以我想，就趁这个机会啊，把儿女的婚事啊给办了，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。嗯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哎，志忠，你看呢？本来按说嘛是应该哥哥先办婚事啊，不过佳美的事情是很特殊的，所以嘛就还是先让这个世祥呢跟佳美结婚之后再办佳奎的事，这样呢也好叫土蛋呢死了这条心。是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这样比较好一点。我看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们选个日子给他们办喜事吧。哦，对了。你们有没有征求世祥的意见呢？呀，给他娶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儿，他还有什么意见呢？我们佳美啊，对世祥啊，一向都是挺有心的。这倒是他们的缘分了。哦，志忠兄，住在胡家那个王天豪，他的伤势怎么样？啊，哦，他伤倒是不轻啊，不过这个小伙子啊，这本钱好。平常他又练过武功，所以他好的就特别的快，再有一两副药哦，他就可以上山去打老虎了。那就这样决定了，选好了日子就结婚，越快越好，好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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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么决定了，那我们告辞了。伯伯，李伯伯，哎，乖孩子。你们从哪儿来啊？我到胡家去住了几天。家奎啊，上一次的事情啊，真叫人家捏一把冷汗，现在总算过去了，在家好好歇歇吧。是。李伯伯，不让您多操心了。总算是老天有眼呐！啊，过了个大难啊！哎，就趁这个空档，让你呀、跟世祥啊马上成亲，这样。给他们来一个措手不及，就算是土蛋再转回来，那个时候呢，你已经是我们李家的媳妇了，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那土蛋也就无可奈何了。除非我死掉，我也不嫁给土蛋。不许提死字，不吉利。好了，快回家去吧，你妈在找你呢。嗯。好。
那我们回去了。好，你哥，你哥，你慢走。好好好好。就是吧，你呀，等着挨家访。爹娘，爹，我回来了。佳美，你这孩子真不懂事，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出门也不说一声。好了，就少嘟囔两句吧。来，乖孩子，娘有句话要告诉你。娘啊，要跟你说几句私话，因为你马上就要做李家的媳妇了，娘平常也疏忽了很多，现在娘好好的教你。大奎，爹，有件事爹要跟你谈一下，坐下来。是爹。刚才李家的人来过了，想趁范土旦撤走这个机会，把你妹妹的事给办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啊，哎，这个办法太好了。可是我担心，万一范土旦他们又回来了，那一定要来报复的。爹，北洋军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联合附近的乡镇成立一个自卫队，自己组织武力，保家保乡。他们想要再回来啊，恐怕很难了。好吧，如今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哦，还有一点，按说应该你先成亲才能轮到你妹妹。我无所谓。怎么，你不喜欢胡家的娟娟？不是的，我娟娟的脾气呢，虽然任性了一点，可是她倒很讲道理的。爹，暂时不要谈我的事情好，我现在的满脑子都是国家民族的观念，我自己的事情太渺小了，我不在乎。娟娟是我的表妹，从小跟我一块长大的，我怎么会不了解她？爹，我不愿意做勉强的事情。娟娟她根本不喜欢我，她的心中另外有人。爹，我先进去了。心中另外有人，那会是谁呢？